喜欢正常发挥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啦，4月11号开始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正常发挥将会在 YouTube 正常发挥频道独家现场直播。习惯在24小时大直播看的忠实观众朋友，单身广要揪你一起转到正常发挥的频道来收看。怎么转呢？我要推荐您5个最快看正常发挥频道的路径。首先，使用桌上型电脑、手机或平板，请到24小时直播聊天室置顶的讯息，点下正常发挥的直播连结。第二，中天 LINE 的官方账号首页左下角有 logo， 点下去直达正常发挥。第三，来到快点 TV 的网站分类栏，直接点正常发挥。第四，正常发挥的脸书置顶贴文也有连结。第五，如果你家里是智慧型电视，请到 YouTube 搜寻正常发挥。如果家里是长辈在看正常发挥，拜托年轻朋友多多帮忙。当然，最好的方法是请您直接订阅正常发挥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选择全部通知。4月11号开始，每天晚上9点，正常发挥现场直播，独家限定，只在正常发挥频道，千万别错过了。